太平雕红了吧你小老哥我的都好大手地有上级中级位为向东吹时当大桥结伴建设大宋朝为着为多高调国音去湖东走南渡乡邻真实不廉，不如我下嫁为天。苏帝这次将大宋朝江山邀去寡人接驾，就将寡人登基来，皇帝我孙国泰民安。都超几颗马红江山，家家也无不平，心甘情愿，相信从天不赐，还是我母百寡相助。希望两地大宋朝江山万年，如今故居出条料理国境瑞士先开龙面。先开龙面。没事啊。老师。花瓶运动给我开。向牙进殿。是上殿啊。是上殿。请来住。你给个屋住我
岁。有天平生。下万岁。速遁一走。是，一走。天性凶，我万不行，不知有何事情。听到有所不得，有将得了小心平下老弟。这个万岁，姓凶，凶要万天，下了妖车时，来个万天，并非可以。因为我年纪真岁无好，万岁依我大汉后生，用你年纪相同，不如我命我大汉后生，今天八十岁后相模样，过去互相两互为。这个，哎，祖祖宗，是老师娘不打的老师娘，果然听他受了，他受到。恐惊寡人过江相容大会，有了性命危险。明明你的家人一拢恩平，甲寡人生做年龄比较相当，所以恁要叫你的家人假装寡人的模样，会当过江相容大会。